你有经历过上台去结果观众不笑吗？有啊，他一般不笑我就下去隔着他，嗨，他就笑了。我们还经历过没有观众啊。所以你们两个搭档之后有经历过这些？有，太有了。搭档之前没经历过，然后搭档之后、哦、对，搭档之后，搭档之后到我俩上场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俩是底嘛，今天的这个压轴的这对演员要出场了，我俩一上去之后就走了好多人，就还剩一对夫妻在那听。我再到岳云鹏的那里一看，他那里面起满坐满还加座，我这边就没有人，就那种感觉就是落差。所以岳云鹏比你他比你早红很多吗？很多很多。你现在跟岳云鹏有没有差不多 level 了？因为我俩不是一个风格，这个没有办法比。他走他两个风格就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让我怎么做比较？你说馒头和汉堡，你说怎么做比较？所以你的风格跟他的风格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我比他帅。他比我丑。花花万物常年陪伴，每周二在优酷不见不散。